编辑，选址优先是我的互联网语气，大家都很含蓄的对我表达了微笑。光光的一颗大卤蛋，你确定我认识？我觉得你认识。如果可以换张脸，最想要谁的脸？小脸，我感觉 pink， 你是 A pink。下一个是把这个填出来就行。我们这个剧好像没有嘴特别毒的角色，嘴替那就是袁子一，真是我的互联网武替。那可能就是看到一些不太道德的言论就想动手，那这时候袁子一就是我的互联网武替，是我一鞭子。好，下一个。袁子一有点说话的能力，但不多，一言不合就开打。那你最想饰演什么类型的女主呢？比如说疯批病娇反派美人那种超级 B-King。 B-King 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很有气场，很酷。为什么叫 B-King？ 你叫 A-King。 如果现在要特别东西，我可以拿下单，我也是 B-King 吗？对对对，这个意思。 B 是装，对，然后 King 是王。啊，明白了，666。接下来有一个互动的小游戏，是在模仿一个雕像吗？对，杨迪。好，下一个。赵丽颖是什么特效妆吗？不是吧，剧照吧？对，是在剧里面的一个角色。这不会是朱一龙吗？哇，你好厉害。真的是吗？是的，不过我们今天就是自己同事在测试的时候，他们都没有猜出来。张新成？张新成？不是，你再看看。这不是张新成吗？哦，白敬亭啊。对对对，为什么我姐是张新成？觉得有点像吗？挺像的呀，你不觉得吗？这个应该能。这个王鹤棣，这个挺火的，这图确实很搞笑。